好，我是翠翠，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最近很红的太空狼人杀。我这一场拿到了小丑，我超喜欢玩小丑的。小丑他就是一个中立阵营，不算好人，也不算狼人，只有在投票环节被投掉的时候，小丑才会胜利哦。我就来到了我最喜欢待的储物间的角落，因为我发现在那边啊，那边是个视野死角，如果你没有走过去的话，是看不到那个人的。来到了监控室，忽然听到了刀声。这边我稍微记了一下谁跟谁从哪里走出来，不过由于我玩的是小丑，所以我等一下会欧北乱攻。这边我一出监控室，看到佑哥把他的兄弟花果山给面刀了，我的天，吓到我了！翠翠，你太坏了，直接在我面前面刀哎！翠翠在那个左半边储物间上面那个走道，直接面包了一号，太坏了。可是你这样子讲，我听一下你们的发言，你刚刚是跟谁去下面的？然后我投完那个饮料之后，我就走去灶卡，想讲要煮一下物件。然后他刚那个番茄按下去就被叫过来。我嘛去灶卡煮物件 ，and then 我就走到监控室，看到电力室三号跟另外一个人进去之后，我听到刀声，他们一起出来，三号就在往储物间的方向走，然后三号在我面前面刀一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投三谢谢。你们两个情侣好好打架吧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、啊。我会先小踩六哎，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确实有在电力室，也有在监控室，然后后来去后花园跑，可是我没有看到六号哎。可是我也没看到三号，我想知道三号你是从上面走过还是下面？三号都说面到了，那应该就会相信他。两个听起来的话，因为六有先听到电力室有刀声，但他没有进去看嘛、啊。然后他后来是三往储物间走，才看到他歼灭刀一，这样也是蛮奇怪。我是工程师，我等下修都修下面，然后我会跳地洞哦。先投六，如果六不是三八方龙，为什么六不是三八方龙？六号不是就是三八方龙？三号面刀，三八刚才走一起。六啦，六路，我没关系啊。啦，我就看到人死。先投六啦，六你就是到现在才跳，打一啦，你这假法一吧。说吧，对小丑运气那么好哦，很烦哎、欸，你们两个。